晚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快速讲埋呢几段新闻啦，啊，咁啊，放心，我唔系讲紧咩法国大选啊，或者呢个咩屌你拜登老婆啊，唔讲嗰啲啊，嗰啲好卵闷啊。不过咧，即系啊，法国嗰度好啦，好少咯，嗰啲咩，真系好卵惊喎，嗰啲咁嘅咩，集中票源，系啊，集中票源，我话俾你听，可能屌你谂你咁样激，你可能嗰啲所谓佢哋讲嘅右翼极端分子啊，仲卵高票啊！即係你又令到嗰班人出嚟，哇！屌你老母閪，即係總言之，喂！屌你老母都未上台，跟住又喺度示威，佢都未上台，屌你老味！佢而家話要納税屠殺你咩？你真係黐撚線嘅！即係問心嗰句，屌你老母，我乜都唔講，我淨係今次我喺荷蘭，我喺香港，我覺得啦呢啲，我見到有啲人喺個廣場度，喺呢個叫做屌你老母水壩廣場，屌你老母下晝四五點定五六點定六七點，我唔知個陽光。喂，有一班撚樣揸撚住嗰啲屌你老母喺巴勒斯坦旗啊，喺度揈啊！我講嘅，屌你老母撐巴勒斯坦嗰啲就係冚家產之中嘅冚家產，屌你咪真係叫做咧撲街冚家產！我真係唔知點解你可以會撐，屌你老母係嗰啲咁樣嘅恐怖分子。嗱，你話以色列嗰個 Facebook 係咪會過分？嗰係另外一個討論，但又無論如何係冇可能會撐呢一班巴勒斯坦。呢班巴勒斯坦係咩人？你哋知唔知咧？究竟？巴勒斯坦人是什麼人啊？屌你老母，何來有個巴勒斯坦呢？無論端端，係嘛？喂，呢個你話一筆報咁長，其實一啲都唔長啊！屌你老母，根本你就客家佔地主，屌我惡過撚！喂，屌你人得一齊立國，人哋而家喂以色列點解行得你咁前啊？啊，點解以色列入邊會有咁多巴勒斯坦人喺入邊工作，攞住以色列護照有投票權啊？啊，屌你講。所以咧，咁咪左交冇所謂嘅，屌你老母閪！即係，不過嗱，佢呢一點都比我哋香港或者比中國，即係中國冇啦，好啲嘅，起碼有人肯退選，都有一集集中票源。香港嗰啲退你老母攬炒，咁有度仲攞唔使選添。係，而家最好啦，即係唔使咁煩，唔好嘥錢啊！好啦，喂，我講呢單嘢先。嗱，巴西有條女同佢朋友去智利度假，結果爭啲俾人強姦。嗱，首先咧，即係啲咁嘅南美國家。啲人要強姦女咁撚大鑊咁好，唔係好容易溝女嘅咩？啊，第二嗱，因為嗰時我哋老友講過咧，啊邊個啊，就喺烏拉圭翻嚟，我叫咩名啊？死啦，屌 ，operator 我哋個老友，記唔記得邊個啊？你知邊個啊？阿魯啊，話齋佢話喂，其實真係咧，佢喺巴西烏拉圭住一段時間咧，哇，其實只要你日日都有係啊，有新鮮嘢食，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啊。想試一下你哋中國人啊嘛，佢哋想食臘腸，因為佢喂屌，即係人你男即係一樣啫嘛，哇！屌你食完金毛紅毛，即係一樣啊嘛，咦？屌你老母，佢見親都拉丁啊、黑人啊、白人啊，咦？屌你老母閪，屌你老母有個 Chinese guy 喎，然後望一望，屌廿幾歲喎，唔係唐人街嗰啲，屌你老母 Mr. Chan 或者 Mr. Zhang 喎，哇！佢都想試一下啊嘛，咁係出點咁嘅事啊？咁啊～就防不勝防嘅，我覺得呢啲咁樣嘅事，嗱佢又用 app 叫外賣，咁跟住咧竟然有陌生男子冒外賣員闖入 ，OK， 嗱呢個奇怪嘅，你叫外賣啫，咁點解個陌生男子闖入就闖入啦？佢冒外賣員喎，係咪有人通過水咧？定係屌你老母喺佢撳鐘嘅時候你就問，咦係咪啊 Foodpanda Deliveroo 啊？係啊，咁佢順手答啦，唔知。OK， 嗱，綜合報導，31歲嘅前健美運動員，佢叫 Lunas 盧內斯，嚟自巴西南部嘅。佢近期同埋佢一個女性嘅朋友去到智利聖地牙哥度度假，兩個人租咗間公寓。哇，佐敦道聖地牙哥都收撚咗皮啦，好耐啦，收咗。而家變咗都係酒店嚟喎，好似。6月24號，佢哋用外賣叫 app， 外賣 app 去叫外，唔係用外賣 app 去叫外賣。跟住個男人嚟敲門喎，佢哋以為外賣員不如有詐就開門，點知原來嗰個竟然係色狼嚟噶。佢一進入公寓之後拎把槍出嚟，將兩個人制服，咁有槍一定制服啦。然後仲要打視訊電話俾另外個男人喎，喂，你睇下，哇，好撚正啊！佢一定，但係如果唔係，冇必要打視訊啦，快啲過嚟一齊輪鳩佢哋啊！咁樣，咁佢都咁樣對啲朋友都唔係太差。係啊，真係有義氣咯，變大佬真係。
呢個唔係變態嘅，其實佢哋可能對 sex 真係睇到，點解佢咁樣撳鐘，可能喺門口咦，可能佢 OK 喎、啊、好啦，咁佢哋兩個女仔梗係好撚驚啦，於是乎奮力反抗，但係就遭到暴力毆打，唔開槍打你都偷笑啦。嗱、啊，鄰居聽見佢哋明拎萬難，於是乎咧就報警。而真正外賣員嚟到咯喎嘅時候，同一時間大廈管理員亦都發覺咦有啲唔對路喎、啊。啊！差人又到啦，三名男子就即刻想逃離現場，但係屋入邊嘅財物咧、手機啊、珠寶咧，全部都冇曬啦。咁警方真係垃圾嚟嘅，目前都未逮捕到任何嫌犯。嗱、啊，我想同大家講，我想同大家講點解香港警方到到而家咁招積咧？即係我哋撇開曬所有嘢，相對好多世界好多地方，香港警隊就算到到今時今日啊，講今時今日我唔講以前，都係破案率高嘅。因為佢好多地方根本唔肯會做，我同你講 ，OK， 所以佢哋咪覺得佢哋好委屈咯。屌你咪咁樣睇我啲市民，你有咩事咪又揾我？喂，我俾税，我有錢揾你揾邊撚個啊？我撚夠你都係嘛？好啦，目前未咁報追捕到任何嫌犯啊！嗱，呢啲咧落後國家咧，可能有冇跌咁多電視啦，即係閉路電視啊。魯萊斯因為事件咧就受到重傷，眼窩下巴被骨折，臉部腫脹到全面目全非。咁啊，身上有多處瘀痕同埋咬痕，所以佢而家想翻巴西都唔諗得，因為飛行途中會有出血嘅風險啊。咁啊，至今咧仍然喺呢個智利嘅馬加林度治療。好啦，總言之，女仔自己出去旅行都係麻撚煩啲嘅，尤其是啲咁嘅火熱女郎。雖然我唔覺得佢就係，我哋睇下呢一個 Nunes 個相先。嗱，講真。呢啲咧，你話靚唔靚？你中唔中意都好，亦都睇唔到佢個全炮，即係嗰啲身形嘅肥瘦。但係肯定係 eatable 啦。嗯、你咁樣都 eatable， 個嘴唇咁撚厚，屌你老母陰唇都係咁上下啊！屌你咁樣，呢啲真係好撚野性。呢啲咧，屌你老母閪，佢一頭散髮啊，即係一頭長髮披散喺個枕頭度啊！嗯，屌你老母，你再懟埋佢哋，唔係淨係打 K 輪咯，直情連啲頭髮都玩埋，索鳩啲頭髮，喺度錫啲頭髮，喺個鼻度索啲頭髮，索得一條條有啲痕咁樣，幾撚過癮啦 ？OK， 好下一張。嗱呢一張睇，哇！你呢啲咁嘅角度咧，哇就唔撚美啦！屌你老母，摸天隻地冚家產，屌你老母閪，屌你地為牀就天為被喺後面啊！屌你又唔撚準入嚟啊！屌你其中一個我哋男人最愛嘅老資，女人係咪就唔知啦？就係唔好趌起，就保持咧呢個姿勢，屌你後入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就會用力啦，你因為你老漢推車，你要用多啲力嘅。嗯，你咁樣咧，兩個膝頭咧，即係平我咧男人啦，我已經有教嘅，你嘅力就比較用得少。不過個女人嗰個受屌個深度又唔夠佢老漢推車咁高嘅。嗯，我話屌你都卜卜卜卜啦，呢啲係嘛？即刻嚇，好下一張。嗱，其實因為前見你小姐，其實係有啲大隻嘅，嚇，粗壯，有啲大隻嘅。但係啊嗱，我諗佢影呢張相嘅時候，甚至乎要谷啲肌肉添，個鼻有啲假，係啦，唔理佢啦，但係都係 eatable 嘅。但係你話係咪要屌你有冇要強姦佢咧？真係嚇、啊，好再下一張，屌你有冇慘啊！哇！做咩事啊？屌你打出佢咯，打到腫到咁，屌咁你打出佢就係腫噶啦嚇，佢、啊、唔開槍射咪偷笑咯。嗱、啊，老實講，你唔發圍又唔係兩個女仔，但係發圍人哋有槍喎、啊。唉，慘！屌你咯！喂，我覺得佢好已經係亂咗好多針噶啦，腫曬啊！嚇啲眼啊！老實講，你話人唔睇外白貌，你話如果而家你會唔會食？你食唔食？哇！係咪先？又差又唔知心又咁傷，你仲諗呢啲嘢？係咪？俾人打到咁樣，你就仲屌你有冇？你食唔食？咁佢身體未必有事噶嘛 ？OK， 好翻嚟。咁另外有個日本38歲嘅髮型師咧，喺新加坡咧啊～夜店認識咗個20歲嘅女大學生喺邊度啊？呢、這個克拉碼頭啊，我去過啦，嗰度好低，即係個好木碼頭嚟嘅，周兩邊咧都全部係嗰啲酒吧啊、食肆咁樣嘅啊。咁認識咗20歲嘅新加坡女大學生，將佢灌醉帶翻寓所強姦。咁啊，而家咧屌你乜黐刑都打一騰啊！嗯，被判17年半，嗱係有啲重嘅17年半，但係強姦咧。在呢啲國家，其實我唔會太大反對你唔強姦佢都。嗯。黐刑備受爭議，我認為冇乜爭議。如果你諗你係個別有啲案咧，你真係唔甩打呢、這個打藤啊，基本嚟嘅，我覺得啊。佢話除咗強姦案之外咧，搶劫啦、販毒啦、蓄意破壞都會
受強制的私刑，咁你話如果蓄意破壞又係咪咧？嚇、啊，案情就話咧，嗱呢一個咧日本男人啊叫 Kita， 將強姦受害人過程仲拍低埋，仲 send 埋俾朋友，醃咗佢。OK， 受害人最終逃出報警，警方拘捕佢嗰日 ，OK 喺手機入邊發現兩段片段，受害人咧患有創傷後壓力症，法官話 Kita 咧暴力同埋殘忍咁樣強姦受害人，後者喺片段度明顯係醉咗。不能夠照顧自己啊！法官佢就竟然辯稱話，受害人係同意嘅，受害人同意俾你屌啊，定係受害人同意俾你拍咧，定係受害人同意你俾你拍完之後 send 俾你啲朋友咧？咁、其實真係不值一曬嘅佢啲咁嘅呃，真係辯論辯護。嗱、有關判刑喺日本社交網引起討論 ，OK？ 有人表示震驚，但係更多嘅人咧，竟然係贊成呢項懲罰喎。佢話日本喺日本。社會和警方處理啲強姦案咧，係往往令到強姦嘅受害人再受到傷害，感到內疚。啊，對犯案者嘅懲罰又太仁慈。有網民表示，希望日本都有咁樣嘅處罰，特別係未成年對未成年人士嘅性侵犯。喂，嗱，日媒話根據新加坡嘅規定咧，私刑咧就淨係對五十歲以下男性嘅啫，一次最多可以打24層，咁最未打又最多打20層啫。屌你好撚在，我超過咗五十歲，我做咩事唔起最多坐監死刑，肯定會黐刑咯。OK，、好啦，另外咁啊，嗱、呢、這個多餘嘅，有日本一個牌子啊 ，OK 叫 Cafola C A 四啊 ，four 啦，真係嗱，就同三上由亞合作咗推出啲舞，嗱、今次唔係第一次啦，三上由亞一個退休嘅 AV 天后。之前推出過幾次都好好效果，今次亦都唔一樣，一推出就全部受興。咁但係有大批咧，嚇、即係啲道德網民就話：有冇搞撚錯啊？屌你老尾閪，一定要抵制啊！佢話因為冇人想要性產業女性嘅舞嘅，佢如果被朋友話丈夫嘅朋友知道自己戴 Cafola 會好羞恥咯。啊！我哋而家不單止要抵制啲嘢舞，係抵制埋呢個牌子啊！佢話。Cafola 係咪支持痴漢啊？話越嚟越上喎、啊。Cafola 係一間嘔心嘅公司，又話三上牛壓，屌屁股你唔遮，學乜人遮頭啊？真係大帽啊！又甚至係話選擇入行做 AV 女優嘅人啊，根本都有問題啦。講咩人權啫？被歧視都係理所當然啦。好喎、啊，我又中意佢哋，即係佢又起碼認自己係歧視人。三上牛壓平時唔會咁樣回應嘅，今次忍唔住發言啦。佢話自己同企業合作咧，只不過係滿足需求同埋供應。如果唔能夠有成果，即係揾唔到錢啦，亦都唔會有公司用我啦。佢話從做 AV 女優 ，OK， 當其時未退役嘅時候啊，都冇諗過會被所有人認同工作。我亦都未介紹過任何人入行，亦都冇諗過要因為做 AV 女優而受到尊敬。不過我都有人權同埋職業自由啊。今次見到好多過分嘅言論，文字有殺死人嘅威力，希望網民能夠為自己言論負責。佢又話咧會對誹謗中傷人咧進行開始請求，去獲得佢哋個名啦、地址等等。咁啊，咁人哋唔肯答你嘅啫，即係我唔會，即係話會告陳你。嗱，老實講，就上牙醫有撐佢啦。其實我覺得啊，每人人都真係有過去嘅喎。你話你接唔接受咗自己老婆做 AV 女優？嗱，呢個係你嘅選擇嚟嘅，唔係話我老婆就最好唔好做，人哋嗰個做得。喂，講真，如果個個女人都唔做咧，如果係真係佢哋嘅意願而唔做咧，我哋冇得睇 AV 咧，我唔會覺得有咩損失喎。如果你真係有人唔想做，你話如果因為冇人肯願意去做，於是乎有啲不法分子去逼良為 AV 女優咧，我亦都唔會睇喎。OK， 咁但係你話如果因為冇人肯做，於是乎有人用好多錢，或者因為佢覺得自己似冇乜前途，佢自己盤算過有足夠嘅成熟，佢自己選擇個職業嘅，即使你唔認同佢職業，喂，其實我真係唔覺得你可以咁樣由頭到尾去拗死佢喎，而家人哋退役啦，賣舞啫，咪就係係嘛？偽善道德撚，屌你老母！你收工翻屋企啦！我想問下你班偽善道德撚，你有冇同我老公含撚啊？
你有冇背住你老公同埋男朋友同第二條撚樣搏嘢啊？屌你日本妹唔好話我話啦，屌你老母閪，唔好日本妹啦。你現代女性，屌你有邊一個女性冇三五個性伴侶啊？屌你老母閪，婚前婚後都有啦。屌你老母，我而家最擔心嘅事就係我好撚驚我個仔啊，喺佢屌中佢一身啊，食唔到屌你一萬條女啊！我講真噶，喂，如果你話以而家嘅資訊，講真，喂佢又咩嘅咁細個，由而家開始一萬有幾撚難啫？佢後生。一個月吃廿件女咧，唔過分啦、嗯。喂，一個月一年都係300條女啊，好撚少啊。啊唔係喎，200幾啫。十年先2000幾啊！屌你老母慢撚咗啊！屌你老母閪！咁當然啦，佢可能認為即係呢個係我嘅諗法啦。屌你老母扮撚曬嘢，冚家產，然後咧就捉住呢啲咧，你認為弱勢。揾錢多咧，我理啦。如果你用錢嚟睇撲街，定係你做唔揾到啊？你估個做到啊？如果你想做得做啊？你做睇下有冇人睇啊？三上游阿蘭我就麻麻地去嘅，但係三上游阿行出嚟，屌你老母閪，你大撚把大明星行撚開啦，個做到啊？屌你老母 A V 天后，你都黐撚線。好啦，16分鐘啊，就留翻聽日講啦，因為呢個故事好好講嘅，我就同埋同呢個 mood 唔係幾啱啊。咁我今日啱啱睇到啦，咁我留翻聽日講啦。好，休息一陣。